爸，我说做糖醋排骨，你给我俩土豆。哎呀，你妈最近看冰箱太严了，凑合吃了啊。切，走了别后悔，用排骨才能做出糖醋排骨，那可太小看我。用五花肉把土豆卷起来，煎出米其林大厨最爱的焦褐感，炒出国宴级的糖色，炒不出来的别糊就行，加上配料打和收汁。这谁家呀？又炖排骨了，天天炖排骨，天天炖排骨啊！不但是排骨，还是不用吐骨头的排骨。悠悠糯糯的太香了，吃下根本限制不了我。得从根源解决啊！是呀，解决。别人看海贼王的时候是研究剧情，我看海贼王的时候是馋的不行。别的小朋友有的，我也要有。呀呼，就要吃什么？吃骨头啊？你比你干嘛？哎，自己吃吧，真。就跟虾一样，千万别回来，让我独自感受知识的力量。穿上骨头锅老三件套，生粉鸡蛋面包糠，放入油锅不要慌。怪不得说料理是一场休息，来杯可乐治愈一下。いただきます。嗯，太好吃了吧，肉眼可见的美味，少不了气泡的快乐。海贼王我当定了，你才死。每晚好剧看不停，哎，就是有点孤单了。嗯，哎呀，因为少了我嘛，来给你助个兴。哇嘿，这么多零食其实哪一个呢？我觉得比起零食啊，人还是沙弥赤，这名字太可爱了吧。放心，我马上来咬你哦。嗯，每块单独一小包，好精致呀。嗯，真的好像三明治啊，三层威化，两层夹心，面包牛排全都有，太满足了吧。嗯，奶香脆的看上去好像也不错。嗯，经典的奶香，一口一口酥脆酥脆的，还有芝士绿茶和芝士番茄的，别浪费了啊！我先撤了。切，还有零食能在我这浪费的呀？我觉得让他们直升包装。是吗？一袋就吃，昨晚爬山去了，快去一点，晚饭不吃了。大半夜吃你很瘦吗？嗯，不能刚正面。好的，待会我偷偷摸摸去拿。来了来了，还是得战略性偷吃。白胡子老头新品，双层星级厚做和牛堡，咔嚓咔嚓。嗯，太香了，牛肉非常紧致，厚实又有层次感，加上特殊的墨西哥风味酱汁，太满足了。一定要绝月亮食啊！妈，你来晚了，吃都吃完了，爸咋还没吃呢？这里，我是佩奇。整天就吃吃，你吃个啥？我是吃货。再说一遍，你是什么？我啥也不是。老娘回娘家，心中乐开。十点到家，把饭做好。走。嗯，我吃饱了。哎呀，困了困了。哎，爸爸，这个怎么办啊？嗯，有了。嗯，可惜了我的海苔了。嗯。十点到家。嗯，没事，我可以。恭喜。我都贡献出来，跑完不吃大巴掌，平时不让我吃，现在又让我被迫上岗，我上辈子造了啥孽，摊上这么个妈。做好了吗？嗯嗯，这玩意儿还可以啊。菜呢？没让我准备菜啊。我说把饭做好就不用菜了。嗯，没了。不行，没有技术过不下去了，喝光我就自己走。两杯白开水，左红糖右白糖，都加上小苏打，搅拌均匀。重头戏来了，加上白醋，看没有看到没有，挤爆了。再加上几块鸡饭灵魂的冰块，插上两片小柠檬，自制雷碧加可热可乐，赶紧爽一口。炸！哎哎，怪好喝的。呸！妈你怎么啦？晚上别喝那么多水，容易上厕所。话多。带啥玩意儿？冰冰，晚上你七大姑八大姨来吃饭啊，你妈让你也露一手。没问题，做啥呀？我买了100块钱的大虾。你藏私房钱也不能买这么少呀！炸！我的妈呀，比手还要大！南极捞的，进口的阿根廷红虾，整整有4斤，外面买得好几百块钱一斤的。这么多，好便宜，好吃的随便做呀。先做个阿根廷茄子红虾，原汁原味才是妙之精粹。再做一份虾油拌面，简直就是完美。哇哦，锅包肉厚，外形满分，虾肉鲜嫩弹牙，鲜甜肥美，一口一大虾的感觉太爽。哪买的呀爸？富儿过来，
这是拼多多官方补贴商品，比平时电商做活动的价格还要便宜许多，很值。点击左下方链接，或者去拼多多搜索1001，就能参加百亿补贴活动。那以后在这赚差价不是发了吗？你以为我私房钱哪来的？没有以后了。Double kill。小伙伴们，今天有没有给你们的老师过节呀？反正我是跟我的老师有些过节，每次在宿舍偷吃都会被宿管阿姨打电话给老师投诉。你们两个部门咋联系这么紧密呢？这不是过安了注意吗？不过当年的我确实是创意满满的呀，什么泡面西瓜呀，饮水机火锅啊，这想不到，没有做不到。谁送的？哎呀，以前的女学生送的。啊，哎，谁知年少不风流啊，今天这个迷你部队火锅就是向我的学生时代致敬。想记不迷，口水都要流下来了。这个时候最怕就是宿管那种吃火锅。哎呀，我再也不敢了。妈呀，炸！嗨，宿管收锅，我是人。妈，打都打了，让我吃一口呗。呀，行了嘞。